是的。有哎，很痛，没有预感呢。拍到是不是？导播说没拍到了。在导播没拍到，导播没拍到。很大声哎！哎，吃东西哦！十一的眼睛王，他们要吃的是什么？芒果冰茶。是啊，是啊，芒果席啦。芒果冰茶。用什么？另外两杯是醋精芒果冰茶。是啦，是啊。等我先啦。我比你先。哎，这么特别哦？哪有芒果啊？芒果口味不是芒果颗粒。卖的你没有喝过啊？嗯，不比。太大了，一杯就饱，一杯就饱。味道不太行。米泽，好。看到我笑。你好派哟，你流氓哟。这是在喝酒吗？他很适合演下一个刘文聪啊。好的，老文聪。看来今天没有很醋嘛。来喽，来。小 case， 对啊，这个。什么意思？哦，吴秉辰或者是米泽有一个没吃到，我觉得张秀演得非常好，我相信他。来，米泽没喝到，你呢？我猜吴秀没有吃到。那你为什么认为是米泽？我觉得因为他没有喝到，所以他就是用一种看不懂的表演来表演。内心戏你都看不懂、啊、奇怪，我有我的想法不行。我你们学校的女生很巧的，那你为什么觉得他们两个？因为我确定张学友那个刚那个有一个没有闪到，那零点一秒到，我那零一秒一秒呛一下，嗯，抖了一下，然后演得非常好，我觉得他这是演技非常好。如果我们被骗的话，我觉得他也是戏说台湾下一个最适合的演员。我想要他去隔壁的戏。他没演戏就台湾太可惜了。来，准备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我比较倾向于吴秉辰啊。我觉得吴师傅啊，错的话你扛。好，我刚，你有那个牌子啊？拿那个牌子用啊。哎，如果你有下一次，你就不是不能那样用。你们同一队，你就这样。走一个，走一个。师傅上次是这样，嗯，没闻到，超过鼻子了，闻不到，完蛋了。每次闻都假闻。哇，结果不酸，不酸呐，很酸。心酸。第二个想猜的。你要喝吧，你还要吧？这是陈哥吧？这是陈哥选的。你们两个有干杯哦！戏说台湾的哦，僵尸大菜，你很棒！要去报名了。不错，奉茶哎，不是奉茶哦，哎呦，看一下是什么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一二三，同时看一下，来。五秒，我先抽嘛。什么？你先抽？你给我最后，我刚出去喝的。第一个把铁掉的啊。真的吗？好，那我最后。所以说多少没事？确定不合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吵架了啦。没关系。红的。哇，起来。来，我跟你说。你这样说，那我就没有抽了。别的颜色，别的颜色。这算轻松的，哎，这个紧哦，这个紧哦，要换线吗？这个我来，那个你拉，好啊。这招可以先拉手，因为没有感觉一下是不是行？不用，我看，不用，就感觉就好。之后它会松掉了啦，换一个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已经松掉了啦，这怎么拉呀？这个没有，我就加码就好了，已经松掉了，加码，加码，加码，手不能，手不能握了。来，我不用加码的，他真的是还没到松的啊！你下巴太长了，你尴尬哦，下巴比较长，差不多了，加24的。
二四的，刚二四的，有哎，很痛，没有预感拍到是不是？导播说没拍到了，在导播没拍到，没拍到，很敢哎，很大声哎，吃东西哦。人家讲味道哎哎，他们都叫先吃啊！哎，这超过分的哎！有人吃到给点，还有人呛出来，品性有问题啊！他们真的可以让我们好好品尝吗？我刚刚吃了什么？他也没有叫。他一定会弄他们两个，不会弄你啊！哦，吓死人了！哦，刚差点被干杯噎到，我也是，吞不下去，都鼻在抢干杯，鼻孔差一点喷出那个鲑鱼卵因为你被同学抬一下，然后害两个离开我们，害两个离开人世间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内疚？不会，我觉得很快乐。